美女啊，你干嘛呀？怎么在这里脱衣服嘞？我撞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新来的吧？啊，我就是新来的呀。所以你才不知道嘛，真的是。我呀，我老公管我管得很严的。每次出门上班穿得好看点，他不让我出来，我只能到这来换衣服，换完再上班喽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这样子脱呀。你老公这个人也太小气了，一点格局都没有。哎呀，很正常啦，我这在公司随便乱脱衣服，他们都是习惯了的。你没结婚吧？我结婚了呀，我老公也挺爱我的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穿得好看显瘦啊，他可开心了。可是没办法，你看我这么胖，170斤啊，肚子太大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刚碰到你了，没看见。你没事吧？啊，行，我穿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那么快干什么？你刚刚不是挺大一个肚子的吗？怎么这衣服裤穿起来这么显瘦，是不是？肯定啦，我这个呀可是魔术裤，你看嘛，我都170斤了，这个肚子超大一个的，这个裤子一拉起来，全部能够给我遮平。关键是它弹力还大，穿着可舒服了，就是因为太好看了，我老公啊才不让我出门。哎，美女，那你这一套我能穿吗？你看我这肚子也大，屁股也肥的，脱下借给我试一下呗。你刚说你多少斤来着？170啊。哦，170，这不巧了吗？你看啊，我带了一套出来换洗的，你170能穿的，你试一下呗。真的？嗯，你刚刚也帮了我，我帮你一把。那行，你帮我看着点，我换一下。美女，你这裤子真的挺好穿的耶，你看弹力这么大，穿起来一点都不紧，腰头还高，我这170的大肚子也全能遮住。不过里面还是加绒胶的，这个冬天穿一条就很保暖了，而且还不显臃肿呢。是吗？那你这个裤子还真不错耶。哎，还有个衣服你试一下，更好看，衣服也是加绒的。嗯，好。那你帮我看一下，我穿这套衣服还像170不？不像，这样看着就像100斤，而且啊，这颜色好适合你，你穿着感觉比我还好看呢。那这个裤子在哪里买的？贵不贵啊？不贵啊，你给视频下方小黄车，这裤子加绒加厚的，才几十块钱，这么便宜啊？